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，艺人许明杰除了是男团 SPACEO 的前成员，也多次演出八点档爆红，没想到却遭民众目睹。三号凌晨，在台北市西门町，还明白巴拉的阿嬷两人在街头互相跪下。事发地点就在 KTV 的这个位置，当时艺人许明杰一次不满阿嬷不断向他推销巴拉，两人进而爆发冲突。有民众拍下当时影片，卖芭拉的阿嬷不断推销，遭到许明杰训斥，最后阿嬷直接下跪求情，要对方不要找他麻烦，但却被反呛，不断推销也是在找麻烦。这时连许明杰都当街跪下，还要比谁的收入高，质疑阿嬷每次都说卖完这笔就好。两人当街争论不休，最后民众看不下去，立刻报警。但事后许明杰又在 IG 开直播，隔空对远景飙粗口，还比出不雅手势，引发挞伐。阿嬷，他是艺人。边摊过来跟我讲，我说阿嬷不要，不好意思，你要来查我的身份证。哎，饰演田七，谢谢你，哎，谢谢你，哎。许明杰坦言自己当天喝醉，还放话从此刻就不再当艺人，一度把 IG 账号关闭，凌晨又再次发文，态度180度大转变，强调一切都是因为饮酒过量才会导致情绪暴走，已经向阿嬷及当天远景道歉，将彻底远离酒精，并暂停目前演艺工作。 TVBS 新闻蒋慕雨苏佩宇台北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